感以及非常特别的节奏感，跟我们上半场弦乐团演奏的塔农相较之下别有一番风味哦。再次感谢我们表一班的同学带来的表演。那接下来他们第三首的表演曲目《Besame Mucho》是一首由墨西哥女作曲家所创作的情歌。那这首情歌主要在诉说的就是人生短暂，我们应该要珍惜周遭的朋友及美好的生活。那待会呢，我们表一班的同学除了打击乐以外，同时还会有一位演奏者。那待会如果好听，请大家不要吝啬，给予他最热烈的掌声。那我现在就欢迎到我们表一班同学带来的墨西哥情歌《Besame Mucho》，掌声欢迎他们。
抬头是最后才要喊的。他们还有两首非常棒的表演曲目哦。我们刚刚就已经预告，今天启明学校的表演是非常的精彩哦。他们彩排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说非常认真的演出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启明学校的同学要带的是两首的合唱曲目，合唱曲目哦。第一首是 How Can I Keep From Sinning， 主要是由美国的牧师作曲家，主要诉说是在历练他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人不忘歌颂赞美上帝的美好。这是他们待会会演唱的第一首表演曲目。第二首表演曲目是 Kumbaya， Kumbaya 主要是由黑人的非裔美国人所创作的黑人灵歌，那它是一首黑人民谣以及宗教诗歌，那主要也是诉说黑人移民到美国社会的一些种种的历练以及心情上的转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掌声来欢迎我们启明表一班的同学带来这两首表演曲目，掌声欢迎他们。
今天跟我们联合演出，我们有准备了小小的礼物跟献花哦。那我们有邀请到我们启明学校蔡校长先上前哦，我们学生要献花给您，由曹淑仪同学要献花给我们的启明学校蔡校长。那由我们的后援会许会长致赠，感谢状啊，感谢启明学校在今天曙光的音乐会大力的赞助哦，也让我们的同学有机会大开他们的眼界哦。音乐的世界是非常的广的。那我们同时邀请了8年级的同学。好，我们的感谢状由我们于国珍于校长来做致赠哦。感谢我们启明学校的今天共同的参与。那我们也邀请到8年级的几位同学，包含刘明杰、苏玉年、黄于杰、周一佳、王明宇、王以璇、谢凤元同学来致赠简单的花束以及小礼物给我们今天一起来参加表演的启明学校的同学。谢谢你们今天带来这么棒的演出，令人非常感动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再次谢谢你们。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大合照哦。好，谢谢。那我们上半场的音乐会到这边先做一个段落哦。那现在要进行15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那洗手间在后方，那请大家可以自由的做一个休息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外面同时也有安德烈食物银行在做物资募集的一个慈善的一个作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欢迎去安德烈食物银行逛逛。15分钟之后，我们准时下半场的音乐会会开始。有时候也会。
侧一点好吗？因为它这个副方对下去。